都是魔王，邪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堂，性中邪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住舍，正见之处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身及化身，三身本来是一身，若向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，本从化身生淨性，淨性常在化身中，性使化身行正道，当来圆满真无穷，当来圆满真无穷。因性本是淨性因，除婬即是淨性身，性中各自离五欲，见性剎那即是真，今生若遇頓教門，忽悟自性见世尊，若欲修行觅作佛，不知何处擬求真，不知何处擬求真。若能心中自见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，不见自性外觓佛，起心总是大癡人，頓教法門今已留，救度世人须自修，报如当来学道者，不做此间大悠悠，不做此间大悠悠。